that.今次系由 Melvin 飞去多哈，多哈飞去伦敦。我今次系去坐，我唔同大家讲住，而家等上飞机。塔塔又送牙刷，唔系又系袜同埋眼罩。牙刷系呢个。有一個好似薏米咁嘅嘢，跟住個主食係雞又薯仔嘅一個餐包，都係一個甜品，好似一個 passion fruit 嘅一個甜品。終於經歷完24小時的飛機，我終於來到倫敦啦！我咁中意倫敦，點解我要嚟三次呢？因為原因我真的很喜歡哈利波特，好像他的 underground 啊，佢嘅 underground 令我想起哈利波特電影入面的場景。跟住之後，第一年去了他的基督學院啦，佢基督學院嗰條樓梯，佢就是佢拍攝嗰條樓梯。跟住之後第二次嚟，我就去了佢的華納影城，真的好靚！各位哈利波特迷一定要去。好事不宜遲，我介紹第一個景點。London 呢個地方對我嚟講真係好特別，因為我第二次旅行已經係嚟 London， 喺一個細個嘅國家，當時英文又唔好，又冇數據，竟然都可以生存。跟住已經係今次已經係第三次過嚟，個感覺都仲係一樣好興奮嗰種感覺。因為 London 呢個地方就係激發咗我去旅行嘅信心，所以我先會開咗呢個 travel account。
英國當然要吃 fish and chips 啦，我就嚟咗呢一間 fish and chips， 好平喎，15蚊就有魚同埋薯條，仲好大條啦，仲要佢嘅味道真係好好食啊！呢一間係位於倫敦好出名賣英式茶葉嘅店，佢間嘢真係好大啊！佢有上層同埋下層噶，仲有超多款茶葉，真係花多眼亂啊！如果你有咩唔明嘅，其實可以問店員，佢哋推薦俾你。我就揀咗一隻 Royal Tea， 佢價錢都係10英磅左右嘅啫。嚟到 London 第二間 coffee shop， 好多咖啡師都會推薦呢一間，所以我對佢期望都幾大。我嚟拜嗌咗個 single espresso 啦，同埋個 flat white 嘅。味道嚟講，個 espresso 係真係～我覺得是挺難喝的，是苦的，那個 milk coffee 是普通以下的水準，我覺得麻麻地。這一間真的晚餐時間來了這一間傳統的英國餐廳，它裡面的環境很不錯的，還有裡面都是一些當地人才會來的。我叫了一個 Scottish Egg， 這一個又便宜又好吃，個味道真的挺不錯的。跟住之後我嗌了個福嘢，我英文不好，我不知道這個的意思，原來解兔肉，它跟個店名是一樣的，我不好吃得落這個兔肉，但後來我才發現呢，原來整間店都真的賣野味的。如果你想試新嘢，可以來這間店，或者你可以嗌回一杯英國的啤酒感受一下，這裡的氣氛都挺不錯的。吃完饭在这条街那里行，都真的很多人喝啤酒，他们猖狂的程度是站在一条这么窄的街都可以喝啤酒，还要是大家都是站在那里喝的。第二天的早晨当然要去当地的 bakery 啦，这里全部的 croissant 都是自己烘焙的，他还有整埋蛋糕，一定要试这个 scone，日日新鮮速度好大粒啊！嗌呢一個咧，一定要嗌埋配埋牛油同埋 jam。我另外再嗌咗個 fruit cake， 呢個 scone 真係好大個，同埋佢好鬆軟，配埋 jam 加埋 butter 咁樣一齊食，真係好好味啊！最後嗌咗個英式紅茶 ，scone 同英式紅茶簡直係絕配，呢一個早餐簡直係圓滿。Weekend 嚟到 Conference Garden 咧，佢呢度真系好热闹啊！佢有唔同嘅表演啦，佢度仲有好多唔同嘅店，你可以行街睇下佢嘅手工艺品啦，仲有好多手信可以睇嘅。London 第三間 coffee shop 又是聽啲咖啡師朋友推薦，我又是例牌嗌咗 latte 同 espresso， 佢嘅價錢都是3英磅左右。總括嚟講，我覺得 Melbourne 嘅咖啡真係比 UK 嘅好飲好多。跟住其實去嗰幾間 coffee shop 咧，係好多人推薦，但係我都覺得係 Melbourne 嘅中下嘅水準。就算有一間係攞咗冠軍嗰間，我都覺得係同 Melbourne 嘅比嘅，即係差唔多水準。Melbourne 嘅奶同埋個水都好好飲。Brickling 係我其中一個去 London 好中意嘅地方，佢呢度賣好多 vintage 同埋好多二手嘢啦，仲有佢有賣嘢食嘅。如果我嗌咗呢個豬肉漢堡咁樣嘅嘢，睇落去就好似好好食，9英磅其實都唔算平，但佢塊肉係有少少薄嘅，味道嚟講，我覺得都係麻麻地，不過皮有啲韌，
所以我决定都系再食多一间。好、哦，喺我身后嘅就系呢个最 Breaking 最出名嘅 Bagel 店，经常都排长龙。我记得我九年前嗰阵都买过呢个 Bagel。他们背个每天都自己亲手整，就是最出名就是这个咸牛肉三文治背个，那我现在试一下，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咸，但是面包都还是保持那么软熟，我觉得都 OK。吃饱就继续行 market， 这个 backyard market 呢里面有很多东西看，它有很多自己 design 的产品啦，这些 T-shirt 我真的很想买一件，它们全部都很搞笑。这家 coffee shop 就在 Brickling 附近，它里面的环境都挺不错，然后之后我发现原来店员都是香港人来的，我买了个 milk coffee，这个 milk coffee 在 London 来讲其实都算挺好喝的。在这里想提提大家，如果大家都会来 London 玩的话，建议大家买一张 day pass， 它一天可以无限次搭所有的 bus 和 underground。 我买了一张松 1 和松 2 的 pass。 Weekend 另外一个好去处就是这个 market 了，这个 market 真的很热闹，很多人，他有买很多东西之外，他还有很多自己的芝士啊、面包啊、朱古力啊、酒啊，真的是你想有什么都有什么，应有尽有啊。当然还有买东西啦，这一间西班牙炒饭就是全场最多人排队的，超香啊！我大概排了十分钟就等到这个，它好足料啊，个味道真的很不错啊，我吃完之后其实还想吃多一点啊。最后一晚在 London 真的有一点不舍得啊，我会永远记住这里的人喝酒又喝得挺疯狂，站在这里都要喝。最好想讲咧，英国 London 食嘢真系好贵，又贵又细份。嗌咗呢个虾同埋鱼嘅嘢要30英镑，跟住牛排都系30英镑，但系劲薄片。我下一个国家就会去法国巴黎噶啦，希望大家密切期待下我下一条片啦！多谢大家支持我呢条片啊！